Sorry 啊，啱啱同阿遠同步煲緊劇啊。同步？係啊，最近 Netflix 咧有個新嘅功能，即使同朋友分隔兩地咧，都可以同步零時差煲劇。點用㗎？點用㗎？過嚟啊，教你啊！去到 Chrome 度咧 ，search 翻呢個 Netflix Party 啦，然後撳加入 Chrome。新增呢个扩充功能就已经搞定噶啦。当你同朋友都安装咗呢个新功能之后就可以去 Netflix 开始煲剧噶啦。开始播放之后就可以按右上角 MP 呢个掣，再按 Start a Party， 将呢个网址 send 俾朋友。当朋友按咗呢个网址之后就会自动去到你睇紧嘅画面。如果想同朋友喺线上倾偈就可以按 MP 开启呢个聊天功能。Netflix Party 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同步零时差，每一个组几秒，一个迟几分钟，而且你同朋友制都可以决定几时开始或者暂停，咁就唔怕睇睇下想去厕所而对方唔等你啦。呢个功能最啱一大班朋友一齐用啊，因为追紧同一套剧嘅时候大家最怕就系咩剧透嘛，咁一齐睇嘅时候咪唔怕咯。嗱，男女朋友都有受惠噶，各自留喺屋企冇得出街都可以同步睇同一部电影，算系逆境之下嘅新节目啊！